荣获交通部观光署台湾观光双年历全国级活动殊荣的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重返发源地壮观里，民众纷纷走出来一起摇滚，好玩。游行队伍阵容强大，包括了大壮观愿景发展协会的森巴女郎、八堵国小、五福社区、陈义宽肚皮舞团以及安乐区民防队。活动真的好好玩，带动我们整个社区那个气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欢乐。我们五福社区非常高兴的来参加嘉年华活动，很棒。我们今天很开心啊，八堵国小能够来参加壮观假日嘉年华的一个游行啊，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学校设立的目的，转型目的就希望永远跟社区在一起，为社区做事，为这个城市做一件美好的事，就是让欢乐与美好永续传承。细数14年前的活动，幕后推手蔡秋玲理事长，海洋老鹰嘉年华已经办理第14年了哈。那么这个活动就是由我们壮观社区开始一个提灯节小活动，一直演变到现在，就是跟社区相挺，跟外县市相挺，所以才可以办到今年的海洋老鹰嘉年华。除了精彩的游行表演，还邀请了多家特色摊商带来各式美食，同时社区居民也设立二手商品摊位，为活动增添互动与趣味。今年2024啊，我们壮观里啊，在暑期之前啊，办一个所谓嘉年华活动，让社区大家都活跃起来。有许多的表演，还有我们的非常多的摊位，还有二手市集，然后还有农产品，甚至还有我们基隆市公共图书馆也有打卡证书的活动。今天会选在办在九如社区里面，主要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可以活络一下社区的气氛，那让大家知道说，虽然我们是住在集合式的公寓大厦，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很眷村型或者很有人情味的一个活动方式，融合音乐、舞蹈、美食的盛会，为9月21号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预热宣传。欢迎大家9月21号一起在市中心参与海洋老鹰嘉年华游行，感受基隆的文化艺术魅力。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